老铁们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旧车床改造。客户的这个旧车床已经改造好了，我们给加了许多辅助自动化控制的部件，后部控制电机、前部控制电机、十字臂、PLC 操作平台。改造后的车床除了可以修常规产品，还可以修各种工件，例如结齿、套壳、轴类、杆类等等，实现一机多用。